我们现在到农贸市场了，这是我们的小推车，这是我们的购物神器啊。锁门。有没有像退休老奶奶的背影？风范。这个就是我们的经常来的农贸市场。我们要买一点肉，主要的是要买一些牛肉啊，还有，哎，猪肉那个猪排就不用买了，我昨天买了一点了。好，嗯，多少钱一斤？32。哇，好多呀，胖子。2.4两的。啊。96的。96是吧？对，第一个劳动成果。好。这个农贸市场是我们经常来光顾的，很大，然后东西特别多，对，其实很齐全，其实东西挺齐全的，包括海鲜啊，包括肉啊，什么都有。关键我觉得这边的价格也实惠啊。对，还不错的。啊，这块肥瘦相间。那边也是肥瘦相间啊。啊，这块柴的那个瘦的太多了，你看全是瘦的。哪里啊？要不再来一块？再来一块。这做起来就能吃好几个。哦，48.4，48。好，一个。红烧肉，五花肉，红烧肉，红烧肉、那个排骨，排骨其实也有，啊，然后牛肉也有，嗯，还有再一个鸡，再一只鸡，嗯，再一只土鸡，这就已经够了，再去买点调料，主要是买大葱，因为做所有的荤菜都需要大葱，大葱得要个30斤，哇，洋葱、土豆、胡萝卜。各种菜都能配，配菜点三角，啥鸡都行。是。来，装进来。哎呦，这一包多呢。可以带这个车子真的是。大采购，必备。买菜洗衣。好，转了，好嘞，好嘞，慢点啊。行。又来一份。好。好。好了啊。这个虾怎么放啊？就放在上面就行了。直接去超市买完虾以后呢，基本上菜市场这块已经搞定了，然后我们现在要出发去超市采购了，要主要还是要买一些早餐，什么包子啊、煎饼啊、菜包，因为早上嘛就是蒸一下吃比较方便一点。我们现在来到物美超市，走了，超市大采购开始喽。24哎，哎呀，我去！先定啊！每次出门之前都是各种大采购啊。其实出发前还是挺辛苦的，我感觉。嗯。要有糖的吧？对，来杯豆浆。我们先来两包泡面。来点榨菜。说炭烧酸奶，其实我俩都挺喜欢这个炭烧的口味的。这个啊，对，咱们那个冰箱大，能装得下。嗯，手抓饼。咱们之前吃的都是这种。嗯。来包拉面吧。这种刀削面啊，早上起来可以直接煮一下就能吃。中午的，半重的。那个便宜，那个才8块钱。哪个？这个10.9块。哦，怪不得。这油也用完了，来什么大油？在那种天寒地冻的时候，可能会很需要吃巧克力，补充能量是吧？所以买盒贝贝罗。哎呀，我前面那小姑娘18岁吗？对呀，16了。来一箱我的最爱小可乐。嗯，你的精神支柱。哇，越买越多了。对吧？我们现在上前面买点生活用品。一转眼，艾米同学又抱了一堆东西了。对，奶茶嘛。这是 KK 的严冬，我喜欢喝草莓的严冬必备暖饮。哦，一会儿搬回去好重啊。哦，纸巾在这呢。沐浴露。走吧。完了。哎呀，肚子好饿，赶紧去吃饭了。